那我想第一点呢，我想谈一下这个老板与职业经理人啊。其实我是个职业经理人啊，这是好听的，不好听的呢，其实就是个打工的啊。这个老板呢是这个企业的啊，这个业主啊。那我在这个行业中呢，这个十多年呢，包括我在政府的这个20年呢，我呢就总是感觉啊，这个好多这个职业经理人也好，或者是政府公务员也好，他的这个总是做到一定程度啊，这个有成绩了，有本事，有这种那什么了之后呢，他会这个他的这个想法，这个会错位，他会觉得他是老板了，是吧？这个政府公务员也是做到一定的级别哈，这个就是说，嘿，我如果当了县长啊，那这个县就是我的了，我就是这县的，当了这个市啊，我就或者当了这个省，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企业也一样，职业经理人，我到了一定程度啊，我如果是做了这个总裁也好，总经理也好，总裁也好，CEO 也好，哎，他就忘记了呢，他是个打工的哈，这个，其实，这个企业不是你的啊，不是你的，这一点呢，我想呢，这个我发现很多人啊，都有这种错位的这种思考。那么最后导致呢，就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其实，你按道理呢，你有一定的本领了，你要想当老板，其实是可以的。那你就出去自己创业去。很多人啊都是这样的。但你说要把这个企业，你说得听你的了啊，这个有点难啊。这个我想呢，这一点呢哈，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座时候是老板还是打工的还是怎么样啊？这个，但我想啊，这一点呢，我认为啊，这个做职业经理人的啊，做政府公务员也好，做什么呢？确实，你再有成绩，再有怎么样呢？你再有想法，你还是不是最终的决定人啊？你也不能支配这些所有的这些，归你个人支配啊，这些资源啊，所以还是应该要低调啊，应该要低调。这是我想的啊，这是一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讲呢，就是理念啊与这个实施方案，这个 versus 实施方案呢，就是理念呢很多呢其实是老板啊，就是董事长或者老板啊，业主他有一些理念。这个老板呢是可以天马行空的可以很任性的因为这企业是我的我想我有一个想法虽然还不但是我就要求这个企业就按照这个来。那么但是不一定呢当场就有这个落地的方案或者是就是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想呢那么我们那个作为职业经理人呢，可能呢就是说，哎，老板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好，有这样的一个战略，一个总的一个大战略也好，那我们就无论如何我们要去想办法做出一个可行性的方案。这里我就讲啊，举个例子啊，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整全过程。那么大概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啊，就是邓主席啊就提出了，哎，他就说我们国民经济要翻两番，就是要翻两番，到2000年翻两番，这收入也要翻两番，要达到每人收入人均1000美金，就定了这么一个大目标。那么其实当时那个80年代初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只挣50多块人民币啊，大学刚毕业，我56块还是多少块？所以一听啊，1000美金啊，也是一个很多人都觉得啊，那都不可能实现那么这样呢，
但是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有了这样的一个理念之后呢，那其实啊，那么我们中国的国家的这些各个部门啊，就是国务院也好啊，国家发改委也好，是什么这些各个部门，各省的这些部门，都是因为中国很厉害呢，就是中国做这个是有计划的，这些东西就是中国有五年规划啊，有第几个五年规划，第五几个五年规划，那他就把它给总目标之后呢，就给分解了啊，分解了之后呢，就分到这个时间也分下来了啊，这个区域也分下来了啊，这个行业也分出来了，那就定出来钢铁是多少啊，这个水泥是多少，什么什么是多少，什么什么多少，全部都有数字啊，这样呢，哎，大家看了这个之后呢，哎，但是也不是说一步就到啊，这个明年是多少，后年是多少，后再后年多少，哎，这个你就发现了呢，啊，这不是就不是一个空的了啊，这就可实现啊。那么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后来有一段呢，从1000美金呢又调到800美金了，说800美金就达到小康了，但是因为算来算去，啊，这个1000达不到。啊，那么就调到那公开也是讲又调到800，但实际上呢，啊，大概提前了很多年，就实现了1000美金的这个目标。那么我讲呢，这个也是啊，我们做企业呢也是同样啊，老板有一个宏伟目标之后有这样呢，我们呢做实际啊这个经理人的呢，就要把这个目标啊就要分解下来。啊，那么制定啊这样的完整的这样的这个落地方案，那么给每个下面的这个企业和这个员工啊都有目标都要完成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不是说一定那再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啊，调整呢如果觉得定低了，那再跟老板讲啊，可以再提高一点啊，或者高了呢说哎这个有哪个地方可能高了，哪个地方啊这个低了，这个我讲呢这是。啊，也是我的一个感受啊，第三个呢就是，职能限与属地化啊，这也是我们这种大集团呐、啊、面临的啊这样的这种问题啊，这个一个企业这跟国家也一样，这个企业大了之后呢，你不可能什么都管啊，什么都管，那你怎么来管呢？这个中国呢又有中国的这种特色啊，中国就是说。你要中央全管了呢，是吧？这个中央这个上面一捅呢就死，啊，你要是全放了呢，一放就乱，啊，一放就乱，啊，我们也一样，啊，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家公司，啊，有几万员工，啊，那么事业也是这个有鸡有饲料有猪有鸡有什么这些，啊，都有关系，但是大家都有相对的一种独立。啊，那你这个，这个组织架构和这个管理体系怎么样一个建立？其实这里边，你说是学问也好哈、啊，还是艺术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这个确实没有一个就是唯一的一个或者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完全呢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因为我们今天看这个。企业啊，这个我们知道的很多大企业呢，这个有一种最流最最最多的一种模式呢，是这种BU 制啊，叫这个这个叫事业板块啊，什么样的事业板块？就是从上到下是完全垂直独立啊，从这个总部一直到各地方，然后。另一个板块啊，这样几个板块呢，那么都是这种垂直的，垂直有它的好处啊，也有它的不利的地方啊。那么这个，那么有一种呢，那就是属地化的啊，那就属地化呢，就是以区为单位或者以省单位啊，你这个省里这一个省啊，你这个省的这个总裁，你就可以把这里边的鸡猪蛋什么全管了啊，也是一种办法。但是呢，它又有一种，也有它的缺陷啊，它的这种专业化又不够啊，又不够。
所以呢，我们呢也是在中国，也是泰国，我们在正大集团的泰国完全是 BU 制啊，就是完全是事业板块啊，互相不来有一些协同，但是不是这种啊。这种属地化管理。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在探索，我们在中国呢现在做的这个呢基本上是属地化的啊，我们划大区啊，这个大每个大区都有个主管啊，都有个主管呢，那么这个主管呢他也都负责这里边的啊，刚才讲饲料啊、养殖啊，包括这个屠宰加工啊，这些也包括最后的销售也负责。但是呢我们给他配呢啊这种职能线啊，那么在技术上啊，在其他方面呢，那么有这个中这个上面呢有这种职能线的啊这种支持啊，这里呢其实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倒不是参照了啊中国军队的改革，其实跟军队改革呢有点像啊，这次习主席啊改革这个中国军队系统啊，中央军这个军委这个系统，那么他就是提出来呢叫军委管总。啊，这个军种主建，战区主战，啊，原来我们是八大军区、几大军区，这个怎么样啊？那么这个现在呢，改成了呢，就是说，军委、中央军委整个的啊，这个整个的指挥系统，什么这种领导啊，什么这些的啊，是管总啊。这个我们呢也是我们集团的老板啊，我们集团的总部啊，就是管总啊。那么。军种组建啊，陆军、海军、空军什么这些啊，火这些啊，那么呢，它呢是，组建啊，在这些啊这个标准上、技术上，还有一些好多这些方面啊，它是组建啊，但是呢，战区呢是主战啊，每一个战区里边其实海陆空都有啊，那么那个战区的那个司令呢啊，他是有权指挥这个。在这个他这个战区里的各军种的协同作战啊，那么他呢要对这个战争的结果要负责，所以我们呢也一样啊，属地化管理之后呢，这个职能线，那么地区的主管呢要对这个企业的啊这个绩效要负责，你亏了是赚了还是怎么样啊，就是啊赢了还是输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式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啊，这一块正大集团呢其实进入中国呢40年了，那么40年前啊这个来的时候呢，确确实实中国什么都没有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那么也是我们老板有就是当时就认为呢这个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他就特别觉得啊这个中国这个未来非常好，也相信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所以我们就在中国呢一直在中国发展，一直在投资啊，一直在这个呢把我们就是说把我们的资金，把我们的技术啊，把人才啊这些方面啊模式啊经管理的经验啊这些呢都带到中国来。那么当时的我们集团，我们是个外资企业，那么管理团队呢以外籍人为主啊，大概90%的高管都是外籍人啊，都是外籍人，那么有泰国的，有美国的，有香港的，有台湾的，有什么新加坡的，什么这些啊，欧美的这些都有啊，外籍人占总数啊。那么但是随着中国的这几十年的这个改革开放，中国也培养了大批的这个本土人才啊，培养了大批的本土人才，这样呢，那么我们就中国其实一个是我们自己也培养，那么中国也有很多啊这个这种人才了啊，那么很多也是出国留学的。其实我也是80几年啊去英国读过 MBA， 也是被政府啊当时选派的考的啊这样。那么所以我们后来在2003年啊搞过，我02年加入正大啊，03年呢就我们搞过这种大规模的人才本土化啊，那么
我们那个时候，刚才我讲啊，那个时候，主管啊，高级主管大概，90%以上是外籍人，在中国有几百个外籍人，啊，那么后来我们从2003年大规模的人才本土化呢，到今天呢，我们集团的在中国的高级主管呢，90%以上是本土干部，啊，那么，所以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今天认为呢。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啊，这个啊，在不同的阶段呢，就是在刚开始啊，绝对是应该用外籍人啊。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阶段呢，啊，绝对呢是应该以这个本土啊，本土这个干部为主。我们现在在中国也这样做，其实在越南也这样做，在其他国家啊，在印尼啊，其他的这个俄罗斯。啊，在美国啊，我们原来在美国失败过一次，当时收购过一个企业啊，那么用泰国的团队去管，最后输得很惨啊，投了1亿美金啊，最后1块美金给卖掉了啊。现在我们又重新啊进入美国呢，现在呢完全是用这个啊当地的啊本土人才，而且现在效益非常好，所以这一块呢也是讲的就是这个人才。这一块呢是，也是，用本土人才，还有给人这些年轻人才啊，应该要一定要有这样的这种机会，给他们这种平台啊。我们在正大集团呢，也从来不论资排辈，你只要做出成绩啊，那就会给你一个更大的平台啊。如果你再做得好，那就给你再大一个多少倍的这样的平台。马云啊，有一句话说的。好像挺流行的，他就说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啊，是很多事情呢，是因为你看到，你才相信，啊，那么就是中国呢就叫眼见为实，这个谁都知道啊，千古老话，啊，英文也有叫 seeing is believing， 啊，也是啊，眼见为实，啊，这个没有，这是个真理，但是呢，他讲世界上还有一些事情。是因为你相信了，你才能看到。你要是不相信，你就看不到啊这个结果啊。那其实要讲到马云呢，阿里巴巴呢，就是因为他18年前他相信了互联网，所以他看到了今天。很多人18年前看不到互联网的未来，所以他今天也不能像马云这样啊，也不能像马云这样，所以。那么我们就讲正大呢，也是呢，其实我们正大集团呢是，我们的我们也是相信啊，我们一个呢是，我们相信啊中国的这个未来啊会非常好，所以我们是变成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外资企业，我们就来了，那时候没人看好呢。中国的投资环境各种环境都很差，是吧？这个政治也不稳定的时候，哎，那我们因为相信中国的未来啊，所以呢，那么我们一直啊在中国啊还能发展到今天啊，才能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绩。那同样呢，我们呢这个。正大集团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我们是相信呢，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啊，这个农牧食品这个行业，我们认为这个行业永远是个朝阳行业啊，而且呢还可以持续啊和人类共存啊这样的呢，那么将来，所以呢，那我们呢，也是我们就还是。坚定的在这个农牧啊、食品啊这个行业的这个全产业链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相信，所以我们要坚守，就是可能再下一个100年啊，那我们也会啊这个行业也会在这里继续做大做强啊。